圈圈去年被拍到和柯震东夜游两人因而传出绯闻，事后虽澄清只是好友关系，但传闻还是受到大家关注。也因为圈圈曾跟小鬼黄鸿升交往，引发部分酸民恶言攻击，直说小鬼尸骨未寒，这女的是多吉。对此高音轩看不下去，在自己的 IG 发声，认为圈圈和柯震东谈恋爱却被说成小鬼尸骨未寒，演艺圈一堆表兄弟。他配上三个问号，觉得网友油嘴说别人不准艺人生活。他认为圈圈又没有结婚，年纪也还小，难道要守寡79年吗？看得出来他对网友的言论非常不爽。事后他还转发了作家谢之桥的发文，该篇文章要女生好好检视一下身边的人，如果有出现这样会去留言的另一半，建议赶快分手，继续交往很危险。高音轩暗赞表示认同，也看得出来身为艺人有苦难言的一面啊。